花东生活风勇闯史前馆节目分为上下两集，节目内容相当有趣，透过两队大对抗的游戏方式，让大家更认识史前生活秘籍宝典。来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漂洋过海抢地盘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拿出我们的铅筒，这里面记录的都是我们的海漂植物的。那记得拿出来之后呢，一定拆开，记住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示范姐妹花呢，来表示范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那记好之后，请记得背上背包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背好背包之后呢，请骑上你们的悠悠车。飘车。那往前冲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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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拿到包包里，包包里，包包里！加油！加哎，聪明，聪明！好，背好，背好，背好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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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节目精彩有趣，千万不要错过东台有线20频道播出的《花东生活风》，东台宣布的综合报道。